刚刚当枪眼呀，金刚打对，啊、对金刚嘛，对，是吧？你看，刚才哟，你讲我这么看到呢，徛安尼徛个，就是先用一次，好了，我看到呢。就是要问这啦。简单的动作，不管你这啊，徛来怎样，徛不了嘛哈，用安尼嘛哈，一般呢都是怎样，要差不多嘛，安尼要先用一下哈，就是你身也不动，那你嘛讲点那点手呢，它也要身体是有动的，那么现在是手。这个是动作啊，比方讲，对不对？身都不要动哦，一点也不动哦，身也不动哦，啊，你看看，啊，你看，咱这个脚步是，那你我讲这个，安尼蹬蹬蹬，这个换一蹬，嗯，让你啊，怎么办嘛？右后向，右后方嘛，右后方，转这个转，好，啊，再转过来，再转，好，转，啊，你是做戏。他的身就不动哦，他的力气就是力量，越伸也不动哦。今个是不是手在抵挡？看到我身嘛不能抵挡，看到今个这个地下面这个都应该跳啊，这些人手嘛，那个说比较兄弟，那就两个兄弟啊，一比较难，然后好吧，把他记住，动作抵挡，手的身在抵挡，啊，手的身在抵挡，看到。要去哪里挡哦？好，气味吸气，对哪里装一点？好嘞，看见好嘞，走。还有点吧。啊，你蛮好，阿伯你你蛮好，啊，蛮气味蛮快的，阿伯快的，快蛮好蛮快的。下功，身不动，气不动，好不好？人不动，好不好？好好好，阿你蛮看哪里？来第一个动作看哪里？好，注意哦。好，我帮你挡哦。阿你挡住挡来，好。好吧，好吧，安尼有经验嘛？安尼有这个，这个乌这个背，好吧，有啊吼，再做回来，好啦，再做一位，反过来，反过来，比较好用，一八拍三百好了。今天就是空气吸进去，来，空气导出来，然后再这样好了。它是跟上面，很轻的，轻轻的，很轻的，越用轻越用对，晓得没？四字就好。啊，主要是要练那个电瓶线，啊，你看爱情在做滴啊，我即摆好啊，练那电瓶线，啊，比如讲我电瓶线还有三十秒，我到这个，没有呼吸哦，啊，没有呼吸就是你这个头啊，你不呼吸，这个没有练不了，啊，你即摆练就是开始吼，我从我前边吼，我向啊，我打，我掉。中文之下，我想下去了。你爱的意思，你起码自己应该自己有思想，看到没有？哦，你起码练一遍，练第二个人做到嘛？哈，哎，练三个了，是咪？头外练倒去，来回都练不了，倒去来，像往下去来回练不了，还往倒去练，现在下去练，现在不是了啦。第一步，他到底做的是？第一步，他到底是来回，都有来回不？有啊，啊！这边跟我下手，来回还是第二步骤，啊，第三步骤，我今晚开始了，我来算出来，第五个，啊，今晚下手，第六晚上第五个，我写不到五分秒，哇哈！这个不管你站着或是坐着，都可以。啊，你老婆之前来回算电，啊，你敢想？可以休息。还多少掉了？刚一换。啊，你手你好，你这手变成多少多少？你那方向那弄安尼好吧？好吧？啊，那不这个不是，他不是安尼，他不是安尼。你啊，你叫我弄点水，水啊，你往里头下来，啊，瞬间来水来，你看到了没有？
啊，你困，你得困，你怎么，你怎么单断？是是是。哦。我经常打这，因为什么？那五班的学生他找不到他的定位。想给我补救，太离开，太进来，哎，结果又。就会影响他的。哎，你是不是条件蛮晚的？还有条件他得定好，肯定要。条件是条嘛？他不你讲条件啊？你干嘛？哦，这嘛，哦，阿你讲讲好啊。现在咱们要从里面谈起，来对应上。你现在看是分项对吧？因为它会产生有。拢安那变，差不多一千万是安尼个，一直不断生东西。第四，第四，你第三，第三嘛，左手是第三嘛，好不好？好，一千万是安尼变，那么就这个是刚才练在手这边。用力气就反过来，我用在丹田，我伸传手，啊，他都在手传伸啊，他起码变两个都不用了，那条变我伸的，丹田，还有转右，然后，接到我后面什么情况？接着练手，啊，他要整体骨啊，就是蛮强，这个是分项对不对？开多少都有了，反正看看。干嘛的？对，好啊，是吧？大家喜欢，大家喜欢，大家喜欢，大家喜欢。啊，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左右边都是一样哈，左边是一个角度，这边是纵轴，这是横向的。花不也短哈？中分是像我想的，中分是像我比较想的，比较想的。谁的？这太厚了呀！哦，哎，太厚了呀！看到没有？哦，哦，太厚了吧？你看，它要怎样交织进去吧？你要开要合的风是这样的，你合的是这样的，开的时候就不离开嘛。我的是这样，你把阿伯他们交接开合，有力气让他们行，来，人家就开合了。是阿尼玛，开合了。合了，这个是顺时钟，这个是逆时钟。开了，这个是变那个角度又变了，这个逆时钟，这个顺时钟。好，对啊。那么你到脚去看，到脚去看，现在在先。
迄个感受，你看，迄个整个细胞都活化，对吧？所以才变。他那个太短是怕的。定了，要用什么？半小时，一分钟，啊，有一点钟，安尼哦。啊，今天要练啊，明天要练啊啦，就是要练两摆。要站的，要坐的，哎，等到那种手会啦。它一个顺产跟逆产一个结构，刚刚顺产跟刀刃硬的关逆产就还没有明白吗？不是完全顺产的呀，好吧？啊，你看烧钢跟你看，伊迄个烧我含迄个，迄个灯相对应的。啊，你若这内底动态的话，啊，比如这个无啥动，也有消肿，哇，外胀死啊，消肿地方都有它的根源。另外，你家打给了哦，这个也看过，懂吗？懂懂。哇，这玩意儿懂，赶快来，你准备几个人？懂吧？我准备点了，好吧？好，一个主人呢，不要求含蓄，一切公平条件。好，移动含蓄来开会。好，一点点好，我这个做的，这样，这样，看到你，这个，那你比较大的，比较大，比较大的，啊，你整体的风格差很多，这样，啊，你放些这个亮的，大的，哦，好吧，啊，啊，你只要这个。它一千兆了，这变它来缴纳也算了，还能打吗？哦，它就是干嘛？我包我被包，包我跟它穿多干活嘛？它变来调来什么？现在来调了内部的单位哦，那是外向的，肯定广东的嘛，这边它。松肩，松肩关节，松肩肩椎，下腰，对，下压，还当归，松大条那种，我人起码自然站的，你讲你单腿单脚，啊，或是单脚，单脚，还是虚的，单脚。看我讲的，好，
啊，咱这个。要了，那就更多。我们不是不是，很多好朋友，大家好。一张两片，怎么一个客家的花园嘛，一大把上面的嘛，一整个的大块嘛，是吧？还后开车的那种，还给他站住吧，他就不敢去。他不是跑马路吧？第二，他很经常走的嘛，上台就到一块，就走到了，到那全部变成了。第二，我们看，外内短的上下开始。到那全部变成贯通。还有一个用的一个比较的钱穿上来就要换上一个钱他的第一开始是不变的不变的是不变的啊他现在变的他不是用拉的拉的东西他是用锯的是吧那这个表面光的我是要散一下，来换一下，还是要下一站来换？不是的，变的。他平常去过这个车湾，这个是很乱，所以跟他的乱的去，他依然还得进，是要上班来换的。Thank you.